我刚刚的那个直接留言不见欸，我刚刚留言直接不见欸，你们知道吗？我刚刚留言直接不见欸，现在才出来，我不知道我刚刚按到什么，可能是卡掉了，可能是卡掉了，可能是刚刚太卡，然后我刚刚看不到大家的留言，所以我就回来了。回来了，我刚刚完全看不到留言欸，你往右滑了吧？没有，不是，真的没有，我看得到人进来，可是我看不到留言，超怪的。哦，没关系啊，现在可以就好了。我要送你日不落的爱恋，星辰转星把世界走遍，你就是晴天，你就是晴天，我的爱恋。对啊，对啊，就是这样，就是浪的问题。爱的巴士总是交了邀请，微笑望着广场上人群，陪我一起旅行。日不落的想念，寄出代表爱的明信片。我要送你日不落的爱恋，星辰转星把世界走遍。你就是晴天，你就是晴天，我的爱未眠。我的爱恩怨，谢回的粉玫瑰。这特效好酷哦！对啊，又不腻欸。每次如果玲玲神推下次再送我火箭的话，我就再用一次。诗雅也很爱唱这首歌。你就是晴天，我的爱未眠。好，我要开始念吧。不落的想念，飞在你身边，我的爱未眠。爱的巴士总是早了勇气，微笑望着广场上人群。欸，我看到了，看我用自己的手机，看你看，超开心的。点进去，哦，我看到我自己了，然后我要念榜了，欸，好久没念榜，差点忘记。网页版的什么意思？什么叫网页版的？第十五名是 Happy Love， 谢谢 Happy Love。第十四名是 Ring， 谢谢 Ring。第十三名是钢铁零粉，谢谢钢铁零粉。第十二名是我也不知道什么太阳白云的。第十名是如如，耶，如果有进榜哦。第十名是本丸，谢谢本丸。第九名是幻影战士。
谢谢幻影战士。第八名是志宏，谢谢志宏。第七名是 Sam， 谢谢 Sam。第六名是罗什么的，第六名是罗宝杰，谢谢宝杰。宝杰好像很像那个报新闻的那个新闻龙卷风，来，宝杰。第五名是谁啊？第五名是玉，谢谢玉，耶、yeah, ，谢谢玉。第四名是加速，谢谢加速。第三名是北原神，北原，谢谢北原，我差点念神的，谢谢北原。第二名是 Lequa， 谢谢 Lequa。哇 ，Lequa 第二名哦，谢谢 Lequa 第二名哦，耶、yeah。第一名是凛凛神态，谢谢凛凛神态，谢谢凛神态，好，谢谢凛神态，礼物，谢谢凛神态，谢谢凛神态，谢谢凛神态。谢谢铃声，谢谢铃声，我也不知道我要感谢什么，就是我也不知道我要用什么表达我的感谢，所以我只能就是唱歌给你们听这样。好像怎么好像很惊讶？对啊，第一次来第二次，反正就是很少看到 Lequa 进前三名。谢谢你们，谢谢铃铃，直播辛苦了。好，剩十分钟。我要来就说就是就是今年的生日，其实真的今年的生日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也是很普通，就是可是今天反而比较像生日欸，因为有凛凛神推的火箭跟妈妈有带我去吃火锅，所以感觉比较有今天比较像生日，昨天因为有练习所以还好，所以今天比较像是生日啦。谢谢你们让我有第二天的生日过，很开心很开心，全新的体验，谢谢大家。过两天生日很赚，对啊，那下次也就这样好了。我总榜掉到第六名了，你们好厉害。对啊，凛凛神会太厉害了啦，他等一下搞不好还会给我一个大惊喜，可能不会，但是我很期待他下次给我的惊喜。欸，我觉得有点感动，你们看，是艺人欸，我认证艺人，好开心哦。我也不知道谁认证，反正蛮开心的，就是。越来越困难了。但是我对你的爱也不会减少啊，就是欸，我连自己连枫叶跟玫瑰都送不起，好笑吧？谢谢盛刚的掌声鼓励。追过保护队，没有，我们公平竞争好吧？公平竞争。哎，我觉得看手机的留言好像也不错。哦，这个特效好漂亮哦，真的很漂亮。哦，剩六分钟了，剩六分钟就要过我这个直播的生日会了。啊，那线上生日会保护队会再出吗？要摆几个 pose 啊？好啊。
看到去年的照片了吗？去年的照片？什么去年的照片？我比反吗？哎，养成小奶瓶，哈哈。对啊，大家都很疼我，很感谢，我觉得我很幸福。爱的话是总是走了又停，微笑望着这个712个赞了。史上新高耶，谢谢。我想要记录我第一个破一千万，我要记录我破1000赞的那个的贴文。一定会越来越好的，嗯，相信。我有一次做梦梦到我就是 IG 粉丝100多万，然后赞都1000多万赞。我真的在做梦，我是真的在做梦。好啦，那就今天就是先这样咯，谢谢大家。我用双马尾谢谢大家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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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用双马尾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。好啦，这么快就要关播了吗？这么快就要关播了吗？好问题，好问题。安口区，我想听什么安可曲？公演也快到了，早点休息吧。周末还要公演哦，对哈，礼拜六有公演哎，好快啊，好快哦！礼拜六的公演要来看玲玲哦，玲玲礼拜六的公演应该会变化身成为你的居家女友。礼拜六的玲玲会变成你的居家女友哦。铃铃铃铃铃，变成你的居家女友铃。好了，没看头贴。有啊，我看到你画那个睡觉的那个、啊，怎么感觉好期待？就是必须要这么期待。好啦，今天先这样，谢谢保护队，谢谢铃铃选推，虽然你们两个是同一个人。现在都同一个人，反正我也谢谢你们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拜拜，大家拜拜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我刚看成17万，加油！哇，粉丝要破17万了吗？好啦，17岁加油，会的，我17岁会加油的，我也比16岁的我更加油了，不会是说说，一定会做到的。
我会越来越进步，我会越来越努力，我会越来越棒，我会越来越懂事的。慢慢来，慢慢慢慢找到自己的适合自己的路。好啦，会的。希望所有都会在我的生日，就是希望所有祝福不一定会在生活当中应验，可是我会努力达成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